告诉我，你们的头给你们下达的是什么行动任务？我们的行动是打探你们在林区城内的兵力和步伐，然后把情报发送给上级。你撒谎！你们是不是已经发现了八路军的运进部队？啊！快点，快告诉我，你们是不是发现了？我不知道，我们也没找到。他们从茶馆出去以后，我们派人跟踪了，可是跟丢了。跟丢了？啊！他们在你们的眼皮子底下，你们会跟丢吗？我们在茶馆的时候，已经安插了一个人在他们中间，但很快你们就戒严了。他们是不是及时出城了？我也不清楚。不过我们有一部分人已经在你们戒严前追出去了，我们没能出去，就留下来了。很好，我非常满意。长官，抓住田立夫，不就可以掌握这些八路的线索了吗？你怎么和大藏一样愚蠢？我要放长线钓大鱼，跟着田立夫找到刘胜男和黄金。明白了。大街都是鬼子，不回来能去哪儿啊？那现在怎么办啊？咱们兄弟被抓了，老鬼他们也出了城，那咱们下一步怎么做？这样，你出去打探一下情况，现在外面什么情况都不清楚，不能贸然行事，不过千万要小心啊。明白。好了，我们大家准备出发。狗金石，你要是想带着小兔子，我也不拦着你。那我们以后就有机会再见吧。哎，志兰姐，你就让我跟着你们吧，苦活累活我都能干，我还帮你们拿行李。干啥呢？我拿东西啊。你拿什么东西啊？给胜男同志拿包袱的事儿是俺大铁塔的事儿，你别在那瞎献殷勤。再说了，你知道那包袱里东西多重要啊？大铁塔，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一些粮食和衣服。你的心意我心领了，但是我们真的不能带着你，你多保重吧。狗大哥。高大哥，你赶紧跟他们说说，让他们把我留下吧，我能干活。啊，哎，跟他们说说呀。没着啊，自己搞个好人家投奔来，自求多福吧。啊，哎，姐，你说话。快点，走。别饿着你。黄金果然在刘胜男身上。进去之后，要在路上给我留下目标，用两块石头分别压住两片交叉的树叶，树叶的朝向就是你们前进的方向。容总在家。
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如果我不亲自过来的话，恐怕我永远也等不到新的情报了。这次不会再让中佐阁下失望。我已经确定了军统在八路军运金部队里的人，只要我们跟着军统的人，就可以轻松地找到那些八路。我看完全没有这个必要吧。我们完全有能力自己去追踪。郑总，以前我们对付八路军的那些办法都没有成功，现在有一条嗅觉灵敏的狗在给我们带路，我想我们的胜算应该会大了很多。佐藤君早已经出发去抓田立夫了，我很快就会有自己的狗。郑总，打草不能惊蛇，你这样做等于捂住了这条狗的鼻子，这样还有什么用呢？我已经擅作主张，让竹下去阻止佐藤了。好，我就相信你。去吧，打开城门，把他们都放出去。一天一夜过去了，也没有他们的消息。啊，龙岗根据地已经完成了转移，不过损失惨重啊。从龙岗到泰安，只有两条路，一条是武井村，一条是林区。我真担心他们走林区啊。龙岗根据地已经派人到武井村去打探消息了。现在还没回复。刚刚得到消息，林区的交通站被破坏了。交通站的于震同志已经牺牲了。但愿刘胜男他们没事儿啊。情况怎么样了？城门开了，已经开始放行了。太好了，马上通知弟兄们出城跟老鬼会合。是。等等，我的兄弟被抓了，城门又开了，那是老王招供了。头儿，那你赶紧想想办法呀，咱们不能在这干待着呀。走，去城门那看看，探听情况。是。我看这城门管得挺严的，不像是有蹊跷啊。难道是咱们想多了？老鬼他们已经出去这么久了，应该已经知道八路的前进方向了，咱们也得赶紧追上他们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如果他们跑了，咱们的功夫就白费了。走，出城。田立夫他们已经出城了，知道了，立刻回去向小泽少佐汇报。是，走。等等，他们来过这里。这是小兔子留下的记号，头儿，没错，你看，他就是老鬼他们留下的记号。蚊子，哎，你打败樵夫断后，其余跟我走。
们带路的，真是一条好狗。多亏长官的机智，及时想到让田立夫带我们去追踪这些八路。如果他被大藏抓了，我们又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行动了。等这次夺到黄金，我会为你们请功的。哎，给上。瞧瞧你们，啊，进了趟城，连顿饱饭都吃不上，这现在谁还有劲赶路啊？啊，哎呀，不行了，俺没劲了，俺得歇会儿，这谁受得了这？大铁塔，再坚持一下，也许到了前面，咱们就能找到歇脚的地方了。啊，俺不坚持，你这走了多远的路了？这都啊，黑灯瞎火的，不行。你让俺歇会儿，哎呀，靠这树舒服。哎，你们看，前面好像有一栋房子，好像是座庙。哎呀，可不是咋的。行，那我们再坚持，去前面歇歇脚。走，歇脚。慢点。走。妈呀，这啥庙啊？哎。行了，我们大家今天晚上就在这儿休息一晚吧。我去放哨。嗯。书生，你没有忘记你的理想吧？蓝天、白云，像飞鸟一样自由自在的飞翔。你看，有了这些黄金，我们就可以远走高飞了。将军，书生，完成我们的梦想。不会，小菊，没有你，我没有梦想。爵哥们，这个炸弹干什么？赶紧进去啊！长官。这个人是军统的人，怎么会在林区突然出现？这里边肯定另有文章。奎哥，我在这儿呢，奎哥。
我在这儿啊，快点的，蹲下。小兔子啊，怎么了？不是让你一直跟着那帮八路吗？鬼哥，他们嫌我累赘，你就给了我一块大洋，就把我给甩了。哎，田老大呢？他们在后面了。你是不是被他们发现了？不是，龟哥，没有没有，他们真的就是嫌我累赘，真的。那他们在哪儿呢？我也是刚追到这儿，这你们就赶上来了。应该就在前面呢。哥几个，他们离咱们越来越近了啊！都给我精神点，小心点，听见吗？明白明白。老哥哥，这前面是个啥呀？嘘，你听一听，什么声音？哎，怎么像打呼噜的声啊？是不是打呼噜的声啊？肯定那几个八路就在里面。那咱怎么办啊？我看，与其苦苦追踪，不如直接把他拿下，趁其不备。拿下那几个八路，并对白树生生擒活捉。哎，那怎么个生擒活捉法啊？首先，要确保把那些黄金搞到手。小兔子啊，你知道黄金藏在谁手里吗？啊，我知道，在那个女队长胸前那包袱里边呢。好，你现在就从庙的后门进去，倒出黄金，然后我们马上攻击，听见吗？哎，知道了，去吧。灭火！灭火！原来是那个孩子，我倒要看看你小子打的什么鬼算盘。不是白书生，别慌。前面上！
去吧。院长，弄好了。前后后搜了个遍，一具八路的尸体都没发现，怕是跟八路一起跑了。在一起倒还好，就怕被暴露。哎，你说这大半夜的，大家先别跑了，在这歇一会儿吧。刚才那伙敌人好像不是小鬼子。对，从他们用的武器和作战兵力来看，应该不是鬼子。那不是鬼子是谁？是鬼啊。小兔子啊，你是来给大家通风报信的，你告诉我们你是怎么发现那伙敌人的。俺在后边一直跟着你们寻过来，怕打扰你们休息，俺就在这边树林里躲着睡着了。睡着正香的时候，突然听见有动静啊！一睁眼，那伙人就摸上来了，都拿着家伙呢，俺怕你们有危险，赶紧就跑了，给你们通风报信了呀。能辨清他们的身份吗？你们都不知道他们是啥人，我就更不知道了呀。看来是一帮新的对手。不是，你们瞅见没？那伙子人里边有个小子，那手榴弹扔的可贼准呐。下回啊，让老子再见到他，俺倒是要看看是他手榴弹扔得准，还是俺这肥刀准。哎呀，你别管他是谁了，和鬼子有没有关系，反正是冲着我们来的，大家还是多小心吧。对。行了，我们先往前走吧，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。大哥大姐，俺可算看出来了，你们就是这打鬼子的八路。就这事。打鬼子的八路啊。俺这回说啥也跟着你们了，你们可不能丢下俺呀！这孩子眼睛尖呐，你就看出来俺们是打鬼子的八路了。这孩子，好孩子，今儿晚上这事儿我跟你们讲，要是没有小兔子，咱们是不是这辈子，咱们可不是那个卸磨杀驴的人呐！啊，小兔子，哎，就跟着俺们了。嗯，走。哎。哎呀，行了，先往前走吧，等天亮以后再说。走了，小乔，快走，快点了。哎，走，来，快点，快走。哎哎，是。看来小兔子还一直跟着那帮共党，都给我注意了，不要放掉任何一个记号。是是是。
们赶到的时候，白书生他们正在庙里休息。我想趁他们休息，让小兔子进去偷黄金，然后我们在外面对他们进行袭击。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他们早有准备。然后在激战当中，他们放火烧了破庙，趁机逃跑了。老鬼啊，你让我说什么好呢？自作主张，这么下去，咱们再想抓住他们，那就更加困难了。你为什么不等我来了以后再做决定呢？头儿，我这不是想抓住他们，让您省省心吗？那小兔子呢？他暴露没有啊？没有。虽然我们暴露了，但值得庆幸的是，小兔子还没有被他们识破，依然跟在队伍里面，而且不断地为我们留下线索和记号。我已经安排老三，让他们追随其后，跟在他们后面，就等您来了以后，我们一同出发。这么说，那个白树生还在咱们手上？那当然了。老鬼啊，哎，带路，继续跟踪。是，走，走，兄弟们跟上。小九，这两天走的累不累？嗨，俺没事儿，俺走山路都走惯了。九妹子，你长得可真俊，要是咱狗家店啊，指定那些小伙子都围着你。你说什么呢？你说，要是这小鬼子没来，咱的日子得过得多好。小九，你不是都答应我，过去的事情都不提了吗？俺没事儿。啊，小兔子去哪儿了？好半天没看着他了，俺找找他去啊。干啥呀？你干啥呢？哎，这树叶啥意思啊？玩儿，我玩呢。这不他们也不太愿意理俺，俺也就别跟那瞎搅和了。我所以，我这清醒，我这跟那玩会儿。咋能没人愿意理你呢？你以后再觉得没意思，啊，你来找姐拉呱啊！姐愿意理你，愿意跟你拉呱啊！那赶紧好，谢谢姐，谢谢姐。那走吧，咱回去拉呱去。走走走。哎呦，哎呦，姐，要不然你先回去吧，我这肚子，哎呦。啊，好，那姐先回去了啊。哎，你慢慢来啊。哎呦，哎，姐等你回去拉呱啊。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。哎呦！如果出现了意外情况，你就临时用折断的树枝告诉我们前进的方向。白大哥。
干什么呢？我实在是饿得慌，又不好意思老管你们要干粮，我就扒点树皮吃。少跟我胡扯，说实话。大哥，我都说，他们派我过来，一方面是为了偷金子，还有一方面是为了要对付你们，尤其是你，他们要干掉你。他们是什么人？我不知道。日本人，土匪。大哥，我真不知道。我就知道，我管他们叫长官。不是日本人，也不是土匪，军统的人。大哥，我把该说的都说了。大哥，我不是什么坏孩子，都是他们逼我干的，我是好人家的孩子呀。小兔子，我告诉你，我可以替你保守这个秘密。但是你必须帮我做一件事情，继续做你的暗号，让他们一路跟着我们，明白吗？明白吗？明白明白。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，要是有第三个人知道，我就弄死你。大哥，你放心。我一定不会让别人知道的。啊啊！看来八路和白丁还不是一心呢。要这么说来。是有机可乘的，把它填平点儿，别让鬼子发现。哎，俺来了。哎，你不是找小兔子去了吗？人呢？这孩子没吃啥，还闹开肚子了，一会儿就过来。回来了。那边没留下什么痕迹吧？没问题，我检查过了，那就好。行了，来，出发吧，走吧，走。大哥，小兔子把记号都更改了，这小兔崽子可够聪明的。他更换了记号，说明他还不安全。大家原地待命，老三，哎，带两个人去查看一下八路的行军线路。是，你们两个跟我走。大哥，有情况。蚊子，不是让你在一公里外跟着吗？怎么过来了？大哥，我一路上就觉得有人跟踪我们，我翻回头一看，鬼子。大哥，你说这鬼子他怎么能跟上我们呢？大哥，你放心，绝对不是我们暴露了。我一路上连个屁都没敢放。老王，一定是老王被抓住了，他受不了人性拷打，招了。肯定是你们出城的时候让他们给盯上了吧？蚊子，哎，鬼子有多少人？大约十几个人吧。大哥。大哥，八路行军的方向确定了，往那边走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走。队长，队长，咱歇会儿呗，给俺来两口吃的。等天黑再说吧。别呀，等到天黑俺都快饿死了。俺就不明白了，你说你背着这么值钱的东西，你就不能给俺换点吃的吗？你就。你要这样，俺不走了。哎，同志们，哎，你们看啥呀？哎，那个小土山，看见了吗？
土包咋的了？能当饭吃咋的？哎呀，那个小土包叫虎头牙，我以前啊，跟着部队征兵的时候来过这里。从这儿往前走十里，有一个村子叫康家村，村子里边有我结识的一个好兄弟，咱们现在呢就去投奔他，他肯定会好吃好喝的招待咱们，而且啊，晚上歇脚的地方都有了。呀，真假呀？太好了，真的，这是他乡遇故知啊。哎，能给点肉吃吗？这个我可不敢给你打保票，不过呢，烙上几张饼，就着一碗热腾腾的面条汤，还是十拿九稳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，那你赶紧的吧，走，快走，带路，小点声。哎呀，刘佩龙，你刚才说啥职？别的意思。他乡遇故知。好一个遇知啊！没有。走，走。奇怪，他们为什么不赶路？长官，他们出发了。太奇怪了，这就是康家村啊，怎么现在变得冷冷清清的呀？俺咋看着这村子像个废弃的村子呢？这别说看不见人了，这鸡呀狗呀的叫咋也听不见呢。照这情况啊，别说鸡狗了，能看见个毛就不错了。这当时还说什么这儿能吃到烙饼面条，照俺看啊，能有个土豆子吃就不错了。哎，行了，前边就是我说的那位兄弟的家了，一会儿我去把门叫开。盛楠，你们在外边先等一会儿，啊，走。大林子，大林子，谁呀？谁？林子哥，我是队伍上的老客。老客呀，你咋来了？林子哥，还记得我吗？怎么不记得你呢？我出来办点事儿，正好经过这儿，就过来看看。来来来，快进屋。哎，等等，林子哥，秀楠，石头，这都谁呀？都是队伍上的同志，自己人。哦，自己。来来来，快进快进，走。媳妇儿，哎，媳妇儿。你看谁来了？嫂子。哎呦，老客兄弟，你咋来了？我们正好办点事儿，正好过来看看。你们来了，我们可有希望了，赶紧坐坐坐坐坐坐坐，别客气啊，快来快来，坐坐坐。哎，坐，你放下。哎，林子哥，我们这一路走过来，这村子里边怎么那么破败啊？这鬼子天天扫荡屠杀的，该跑的都跑了，
再往前几个村子都成无人区了，能投亲靠友的都走了，剩下的就我们这些土生土长、祖祖辈辈在这儿想逃都逃不掉的人。真没想到，这才一年不见，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哦，哎，我还没介绍呢，这位就是我说的林子哥，这是嫂子。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同志，哎，俺这一路，俺现在就前进贴后背了，你能不能给俺弄点吃的？哎，我现在就去。哎，大林子，咱们家哪还有多余吃的呀？那就先垫补点这个吧。这个，你这不咋？早晚饭，你这不敢多吃啊，吃多了会撑死人的。